跟住出呢个广告，比如黄色药啊，华福哇你咁低啊，你咁鸡啊，设计呢啲宣传片嘅人，广告片嘅人，祖先即系地狱精神嘅虐待。跟住设计呢啲片话狗食黄色药嘅人，设计呢个宣传片嘅人，祖先即系地狱精神嘅虐待。不过就唔包括呢啲。华人儿童啦，同埋大人啦，因为我哋同胞嚟嘅，我哋只系判还当权派。喺电视台设计广告宣传片嗰啲还当权派，我哋系判嗰啲，系咪？就唔包括我哋超过12亿嘅优秀华人民。今日大快人心，系咪？即系我啲祖先塞啲屎落个口出尽嚟咁打，你话几快乐？翻嚟新闻时间，解放军七大跟住喺佢啲屎忽，祖先屎忽窿插啲太阳能电筒，跟兜脚踢到成啲太阳能电筒塞落个屎忽窿，几快乐？系咪？总之任佢哋谂啊，俾班人去谂啊，谂下点虐待。罕有咁样样集体发表文章。